中国愿与东盟共同实施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创新行动计划，着力构建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的网络，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的转化，大力开展科技人才培训、技术交流，为本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和智力的支持。新篇章。 2013年10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，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。中国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。Now in the Vienna War, the Germany. ខ្ញុំលើកទី 2 នៅក្នុងឱកាសដ៏វិសេសវិសាលអនុស្សាវរីយ៍លើកទី 60 នៃទំនាក់ទំនងការទូតរវាងកម្ពុជាចិន